战高考的号角已经吹响，高三战士们紧急行动起来，决战高考。高三我将卧薪尝胆，一百年上坚持六十分。这个妹子吧，有的大些口了，该死了，该任性了。我应该留在重庆读书下，然后考高中、考大学。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就压根不喜欢读书，你让我读书，用我的青春来证明他们的错误。放心，我来大学录取完，相关英语课的话就会免试。不考会死得更惨，考了还有希望呢。是住在机场，然后就是会跟那边的小朋友一块去捡铁。做装潢的，然后那时候我妈好像没工作，我也不知道她那时的工作。嗯，这个家呢更带有这种家乡的含义，但问题在于你们呢事实上是没有家乡的。严格来说，在上海待的时间比老家待的时间更长的有几个人。那你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是在哪里读的？对，在老家。小学一年级在老家读的。两年级。然后上海来上。你对徐州催债现在有些什么印象？我觉得在火车站有两个火车票。哎呀，那时候还在复旦读研究生，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就是我发现一个农民工的聚居区，然后那边有很多农民工子弟学校。莱茵，彻彻底底的废墟。
第一次过去的是四周的景象就像是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的一个地方。那个小学校里面有一群孩子竟然在那边读书啊，这个时候其实是我蛮震惊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外来工农民孩子的学校，小学还没有对他们开放，所以他们只能在那边读书。我觉得农民工子弟学校无法承担教育的责任，所以在2006年的时候呢，萌发了这么一个念头，就是我要自己就是建立这么一个课外的教育中心，然后就开始了九千。恰好碰到一个志愿者，当时跟他聊起来，就是说到一部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讲到就是那部电影里面一个合唱老师，他通过音乐去让一群问题青少年重新就是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去追求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们在2006年初的时候呢，就建立了一个合唱队，招了36个孩子，当时把这个合唱队命名为“放牛班的孩子”。我是1999年来上海，然后那个时候我弟弟刚出生，来上海很多大多数的学生都是在上海出生的，或者是在上海从一年级两年级的样子就一直待在上海，所以对自己的家乡其实都不是很熟悉，包括我之前十几年都没有回家过，包括其实家乡的一些传统啊之类的都忘记了。你们觉得有改变吗？从2月28号我们第一次见面到今天，你们有没有改变？有。当时张老师那两年过得非常非常辛苦，合唱队带一群小屁孩儿，但张老师一直坚持下来。紧紧地握住你的手，这温暖依旧未改变。二月份会有这么一个有点像纪念你们毕业啊或者怎么样的这么一个音乐剧，这个音乐剧呢不想是随随便便编一个，而是说要结合你们自己的故事。你们想一想自己十年之后在干嘛？十年后你多大？27。27的。对，然后我应该会已经发明了是好玩的东西，我应该已经飞起来了，所以我可以飞了。超人啊！你应该会借助点一科技的。每年我们会搞的九千的音乐会，他们会唱歌啊、跳舞啊，然后各种乐器演奏。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呢，去编成一个音乐剧，而且这个音乐剧呢，基本上都是讲述他们自己的故事，讲述他们的追求和梦想，他们的烦恼和困惑的。不知道你们十年之后，现在。你们想看十年之后有一个什么样的目标，并不表示你们十年之后真的得去做这件事情， 对吧？对啊。安奈，你呢？我现在结婚喽。婚礼的时候父母都是坐飞机来的，第一次坐飞机，他们以前没坐过。然后我们在这唱歌，首先第一首歌是《童年》，然后请他们。现在没有卧室学校有这么几个，林静婷、林兰兰、樊文艺，然后先就是。林兰，你们去的那个什么学校？这个事情很关键，这事情关系到你们下学期在哪里读书，关系到你们下学期能不能继续在合唱队。上海是从2008年开始，大量的农民工子弟可以就是很轻松地进入到上海的公立学校。从2010年开始，上海是大面积的去就是让农民工子弟可以进入到上海的中专职校，而且都全部是免费。我出生在那月是8月的。哦，那就是农历。那是你小学、初中之后，9000的孩子都是会留在上海，然后继续上中专。
因为中专其实也有很多机会啊，比如说上大专或者是工作啊之类的。然后也有一些人会选择回老家，他们的话就是初中两年级的样子就要回老家，因为否则怕跟不上嘛。见着谁了？嗯？今天开心不开心？是不是不开心？在这高中不能上，你的成绩还算是可以的。回家上高中、考大学，你不努力在这，你怎么上个中专？你上个中专？你这个发展空间就小了，有错吧？你说你现在回去了，到以后回，你可以再回来。自己十年之后的故事，然后我会根据这个东西呢去编成一个音乐剧。十年后我希望我不再是一个实验室的一线的质检员，我希望能够涉及到销售的工作，可能屡次被拒绝说 no no， 然后我还是会继续一直往前。我记得那年正好我初二嘛，我爸妈就说你要考虑清楚了，就别人问我是哪人，我会说是重庆。上海就不能考高中的，然后不能考大学的，你别后悔。我说我想清楚了。条件好，能不能一起就得一起去分咯。哎，你参加工作的也很少回来的。我说你们那个工作做的怎么样？上手蛮快的，他就是做实验。辛不辛苦？12个小时，还是有点辛苦。有点辛苦，你赚钱呢？那你打算啷个样？想不想把二宝也留下来呀？嗯，想啊。嗯，我要拿到的事情我就高兴了。你想想看，妈妈一刚开始。97年就跟着老板打工打到现在都44岁了，去年自个儿就拿了900多块钱，底薪都没满上。所以人家你也要自己懂事一点，爸爸妈妈给你带出来也不容易，自己加油啊！给你养大了，成人了，下面的路就由你自己去走了。压力有点大。压力有什么大呢？然后走了。走了，好，我们走了。好，那就上班去了。路上慢一点也行哈。晓得的。给我打个电话。那个事情不要忘记打。知道了。拜拜。拜拜。他们会不会来排练吗？对啊对啊，今天6点钟。这个唱歌等会儿再说，先把那个。对，先把那个人物的就说这个我现在写的这个台词呢，其实你们可以改的。我们今天就说主要任务，第一把第一幕的东西熟悉一下，然后第二呢就是每个人把自己的角色定位清楚一下。来的呢是一个比较世故的、比较各。
各种地方都吃得开的那种，因为是他是四星级宾馆的中层管理人员了啊，都知道自己要练哪几首歌了啊。你先开始唱唱骚的感觉。对对。那首歌我轻轻唱，一慢慢的和释放你爱情的过去。怎么会有这么一个创作呢？2014年突然发现了一个转折，就上海一下子把农民工子弟，不管是进入幼儿园、小学、初中，还进入中专、职校的门槛，突然提升了，所以就是不得不让我，包括很多九千的家长思考一个问题：是否应该继续留在上海念书？宾馆附近好像都挺好的，他们有挺多的。我们得在北京玩一玩。我知道什么往这儿走15分钟，天安门什么往那儿走。哎，等会问问他们。只有2.5公里，特别近。你坐地铁就2站路。地铁我不想坐地铁，我想直接可以到面试地方。2010年的样子，然后张老师知道有 WC 这个学校以后，他就告诉王新月，当时他是中专2年级，然后他成功了以后，我从网站上了解 WC 的很多信念啊和一些学校的内容之后，我觉得这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机会。有机场专线，多少钱？便宜就好。我等我去银行存钱。好的。来来，你不走。拜拜。喂。我放在那边，给我一套。啊。All the chairs are sitting. Come in. Come on in. Come in. Hi. The decision by the end of March, that is based on your written application, the one-on-one interview, and the activity assessment today. Okay? Whoever's ranked highest. Because I said I want to change the Chinese. If I'm a government worker, I want to change the address. And he talked about the address for a long time.他们都是正规途径上来的，知道吧？进的都是重点高中，就说当然都一样的，大同小异。然后你知你是唯一一个不一样的，所以这是你最大的优势。那你很关键啊，而且你肩负着后面很多人的命运。不过不要觉得有压力啊。对啊。促使今年就是我做这个音乐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去 UWC， 那么将来会有更多的孩子，他会在国外受到教育，然后他们会拥有一种更加广阔的视野去考虑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城市和外来者的他的一个关系问题。当所有的人排斥我的时候，你劝我忠于自己，似乎知道我有一颗软弱不安的心，容易动摇。小小家中暖暖的爱是你生活的支柱，春雨不眠辛劳的你曾空流泪的日子。他们将来可能会承担一部分去解决，或者说至少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希望就是说他们是带着这样一个问题在国外去学习思考，当他们回到中国的时候，他们能够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是提出他们自己的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因为对于我们来说，去国外上大学是一个很遥不可及的梦想，即使 UWC 它只是一个试一试的一条路，所以我是说，中专结束以后，我可能就是会选择工作，然后再可能再继续考大专或夜大之类的。至于以后的事情，还没有想太多。
那是一家非常大的公司，然后也自己当时也特别想进去，因为知道他的企业文化是很好，就追求很自由，就不会像不会有一个公司给你一个感觉很小，然后会限制你很多事情，那边不会。岗位是在实验室，我学的专业就是工业分析与检验嘛，然后在实验室做实验。哎，他们素质都很高，因为毕竟那个单位的员工都是经过筛选的，层层面试，因为我进去就面试了好几次嘛，也特别想进去。知道文凭很重要，有时候会觉得跟室友也很有差距，有时候一想到自己的未来真的会哭。我应该留在重庆读初三，然后考大学，考高中，考大学。我当时是不是选错了？乘船来的，现在长江都已经被沙子淹了，就现在轮船都没有了。就我是从那个重庆坐那个轮船7天7夜，就是14年以前他们带我，可能现在我真要带着他们。这城市很美，而且。更多的就真的会不是说我自己觉得自己不属于这个城市，而是这个城市很多地方就会无形中告诉我我不属于这里，会有点感觉。如果说真要在上海的话，可能更多还是要为自己，就以后的小孩子，他如果要读书，因为可能他不一定是读书的料，但是不想因为我的能力而耽误了他。像我父母就有时候会说，就会很抱歉的说，就是因为我和你爸的关系，然后不能让你怎么怎么样，然后但是你自己不要放弃。然后就每次都听到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其实有点哽咽。自己工作的时候频繁搬家，已经就真的会觉得自己没有家。很多时候如果回到爸妈那边，也会觉得哎呀，那你好像也不像家，就因为那边就是在住在厂里提供的宿舍嘛。然后回到这边呢，然后周围住了那么多就都平时都不大见面的一些室友，然后觉得也不大像家。
摆喜酒你会来吗？来不了啊。走吧走吧，这没良心的人啊，我都要出嫁了你都不来。你要出嫁了啊？讲点话嘛，过聊聊。我都要哭了，他以前不是这样子的呀。我觉得他这次会好。哎，是不是高中压力太大了？哎，这孩子，我已经好几年没回我老家来。问题是我们老家真的没有钢琴来了。沛县有。沛县在哪里啊？说明我们老家更穷了。那我问你一个私密秘密，不会告诉别人的，你谈男朋友了吗？啊，没有。我爸妈让我回去。不想跟他们有太多交流。从小就带着我随便跑嘛，所以该离开哪儿该去哪儿我都觉得是很正常的。讲一件在 UWC 最好玩的事情吧。一点几个月的话，你要需要很多时间去适应这种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还有和别人打招呼啊，和别人交流的方式。然后到了多斯尼亚，我就听到吉普赛人，我觉得真的很好奇，想看吉普赛人到什么样。他们确实穿得非常的舞，就是舞彩，他们喜欢穿彩色裙子。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舞会啊之类的？舞会有啊，舞会都是一般是学校会一起组织大家一起去。比如说像冬天有一个之后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也许有一天我骑上鸟翅却成为猎人的目标，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其实我收到那封信真的超级开心， UWC 发给我的邮件，但是我不敢点进去，我就让同学帮我点进去，然后啊我就很激动很激动，当时就叫起来了，真的超级激动。那节课我都没好好听，我已经把握到了一个很好的机遇，然后我过去好好读书的话，我相信我的人生会更加精彩，选择会更多，最主要是更是一个认识自我的一个机会。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这是我要准备的东西，但是我有一点不知道，就是你有足够的资金在伦敦以外的城市生活吗？然后他说你有多少钱，然后证明之类的，就是关于资金这块方面。然后我要看一下我需要准备多少钱，因为你需要去银行办一个那个要开个证明的。因为我们家三个孩子带到上海来，其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压力。我爸爸的话当时好像是在菜场帮忙，我妈妈当时好像是帮别人做保姆。
他们很尊重我们的想法。是宾馆发的。哎，你们宾馆还不错。发两盒给沈琦一盒。给一个。超你真好，亲你真好。还有去九千，你既然想去九千，就好好学。本来正好去把你开除，我跟你讲。你别凹。你就等着开除吧你。明天就跟郑老师不要去九千了。你不觉得很烦吗？你无论做什么事情，你既然选择，你就要为他负责，你知道不啦？所以你既然要选择来九千，你不要装，我跟你讲，你又不是听不见，你应该好好想想，知道吗？你马上就初三了，你要想你以后怎么办？无论你能不能上高中，即使你上高中，其实你也不想上，知道吧？看你整天这样逃避有什么用？你俩吃饭吗？摸那俩鱼吃一半吧。不吃吗？那你不用吃。你不饿你走吧。帮你泡那个干嘛？是。那这个家庭吧也很贫困，家里哎呦，老是反正跟他奶奶老是有些生些嫌弃。因为他爸爸是高中生，你知道吗？我是没学呀，上他爸都上上海吧，说你成绩不好的都留在那里，反正上个技校了，搁那找个班上就啥了。反成绩好的基本上都回来了。哎呦，因为全都来到家，哎呦，反正又哭的跟啥样。当面他一看我心不好过，他有啥话也不跟我说。来到家就往床上一趴，那时学校老师也瞧不起他。说你外地来的学生肯定学的一塌糊涂，说考过试的时候，哎呦，他老师都知道了，考了第一名不是吗？正好我有一个朋友跟我说有一个糕点店，他们需要一个糕点师傅，问问我这儿有没有什么朋友可以介绍过去工作，那我就介绍留言一下过去。这一块制作这方面，像手里这种裱花袋啊，平时都不大会去
用到。就我们店里如果说没有了行政，店可以继续运营，但如果没有了做蛋糕的他们，或许这个店一天的单子就不能接。所以那种无可替代性是我目前最希望达到的。它掉到边上去了，真的。打量低了，打量三，那边打不到的。我们去了。昨天晚上坐火车过来的，反正坐了一晚上，大概半个多小时，然后又坐汽车。到沛县去，县县还没去呢。啊？县县好。爸爸呢有一个期望，就希望他能够去读大学，因为他父亲呢曾经，他高考的时候就差了一点点，就没有考上大学，而这一点他一直是耿耿于怀吧，他就是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梦想，所以伍子胥呢从小就受这样一个压力，他所以必须要去努力的学习。我上次来，我觉得好像不管就学医科，怎么就学那么快？最公平，其实孩子高考，你比你孩子考呀，对吧？张老师说呢，中专上完上大专，大专上完再什么，再考本科。我说这不麻烦吗？我说直接考上大学，这样多好呢！你要不上大学就完了，你这来干什么去？老爸又不是大老板，你不上大学，你指定最后你打工，你就完了。他方便下来，社会的防御能力还蛮强。一号是361次。可恶，我们只能找有控制能力的傀儡怪物。猎公司的印象，猎物公司的名称。不相信人，不相信人。
前不久招老板，我就跟老板说，我说我的工作我没感觉没有价值，而且我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人选吧，换一个环境，然后找到一份我想做的工作，然后坚持，然后做到无可替代吧。我会找工作，第一个就是你交不交社保，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要坚持自学考。因为我了解过他那个积分的细则里面就会有说到，如果你文凭中专的话是没有任何分数的，如果你大专可能好像有个十几分，满120分可以去申请那个人才引进。说老张，我要做志愿者，我在这边，因为我觉得这里应该很漂亮，很漂亮。我看到他们，其实有一些就是看到我以前参加九千那种声音，我当时就更加感觉到自己真的很幸运，很幸运。如果我留在河南的话，我是今天是不可能来到云南做支教的。其实我当初也是个留守儿童啊，但是就不一样，我父母把我带到上海，所以我就不是了。如果你一开始就不如人家的时候，你一开始就不如人家，你跟别人拼什么？你跟人家拼家庭吗？拼钱吗？拼关系吗？你什么都拼不了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就拼自己的努力。对啊，只能拼自己努力，自己的汗水，你就要多努力，对不对？像张老师帮助了我，然后我会愿意去帮助大家，你们以后也是。这个约定记住了，一定要自由地去追寻自己的梦想，无论我们身在何方。好吧，好，谢谢大家。考到上海来，比如说你想要追求这种生活，你好好学习，抓住中考、高考，然后考上大学吧。我老公就是个上海人，你以为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想法吗？对了，你哪天婚礼？6月8号，因为这天是我和他第一次相遇的日子。还记得那时候不能参加高考，我一个人来到你的咖啡店发呆，没想到他就这样走了进来，就这样走进了我的生命。所以这一天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然后他是部长，我是小干事，就常有那种桥段，就这么认识了。然后小干事在那边扫地，然后部长过来，后来就有好感，就这么样就认识了。我说你还是尽快跟你妈说我是外地的。我说你妈要是反对，咱俩就崩了。后来好像他给我的反馈是说他爷爷奶奶特别喜欢。我偷了一个席子来。好了，拜拜。
请滴滴滴三号到一号窗口。在地站估计通过。你帮我看，你帮我看，看到了吗？上不来啊，姐。有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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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吗？这是吗？走吧，其实签证也不是很难嘛，我想多了啦。好好好，还有20天。我其实很感谢上海，特别是张一超给我带来很多东西，就是完全是改变了我自己，路越来越宽，然后最主要以后自己的生活还是由自己来把握的。自己会给自己压力，这个承认有的。10年以后我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会像现在这么迷茫。出好多的提成，然后挣好多钱。10几年前是他们把我带到这边来，然后希望10年以后是我养着他们，不用他们干活。在想活在自己的世界，因为我喜欢嘛。我有好的，比如。想法的话就弹出来了。从2001年到今天，你会发现，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会有回报的，你所付出的所有的东西了。每个农民工子弟都能像兰兰他们、像吴子轩他们、像燕霞他们这样去努力的话，那么我觉得上海。他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其实世界是需要通过你用自己的努力去证明你是值得信任，你是值得认可，你是值得依赖的人。Beyond. Join us for part 4, The Only Way Out.